欢迎回到大中华新闻现场，我是林秀文。在新东国小伫咧即个暑假，邀请到海外留学的华裔青年，特别到学校来举办着英文的娱乐营。第十外天即个教学活动结束以后，为着感谢这些大哥哥大姐姐的付出，新东国小的小朋友嘛特别举办着教学成果的发表会。咱来看记者伫新港的采访报道。新东国小的小朋友一边唱英文歌，一边跳舞，展现过去两礼拜所学的英文。校方表示，因邀请海外华裔青年来教学生英文，今日是结婚的新歌发表会。给我们这边的孩子不同的文化的体验，进而呢激发他们对英语的学习兴趣，然后呢能够让他们能够更喜欢学习英语，勇敢的说英语。透过安尼教学，华裔青年甲新东国小的学生相处了两礼拜，彼此的思考方式甲文化差异，互相方拢留下深刻佮趣味的印象。台湾的小孩教得很好玩，他们都很调皮，但是超可爱的，然后也很聪明，所以。我今年是我第一次回来教英文，我的朋友去年也是弄 AID， 然后他已经去了两年了，所以我希望我可以明年也再来教。大哥哥大姐姐教我们很多东西，有交通工具，还有家具，还有一些常常会用到的单字，像是世界的英语怎样，或者是食物的英语怎样，老师都会好好的教导我，就算我不懂。teacher 也会好好的告诉我，那我了解后。学校为同学准备安尼学习机会，小朋友拢讲，两礼拜上课，逐天拢真新奇。学校表示，透过安尼方式，和无同成长背景的学生，会使彼此了解，是一个相当难得的机会。大中华新闻林伟婷新港采访报道。再来看这地方的祭坛，一般这祭公的佛像正手提拢是开扇，不过伫咧罗岗顶环保的圣祭堂，这间新堂的祭公真无同款，正手提是球棍啊，倒脚踏是手套甲球。庙方表示，这是因为六年前祭公来托梦，希望讲个人会当加运动、健康、强身，才有这么特殊的形象来出现。透过镜头，咱做伙来看嘛，这位爱拍棒球的祭公师傅。祭公出巡进香，闹热滚滚。不过，咱甲画面暂停，甲看卖，这祭公手内提，那是球棍啊！原来这间位伫咧洛江顶环保圣祭堂内面所供奉的祭公神明，讲其讲，大家拢无介意运动，身体是愈来愈歹，因此只是要来打造一尊手拿着球棍啊、脚踏手套甲球的祭公神像，伊要来做这棒球之神。祭公师傅一直发觉说，这些小朋友在运动的时候，在打球的时候，为什么常常会有运动伤害？然后。也不是说也不会有一些运动的那个基础啦，然后常常发现说身体有问题，然后就在2006年的时候，就有特别来降级说要有一个运动之神啊，俗称棒球之神，要来请算辅导这些小弟子这些啦。王建民单位因锻炼台湾的棒球热潮，再讲新年嘛，对内流行推广棒球运动，而且为着要来响应再讲师傅，佫希望大家较常拍棒球。当地社区哦，是来成立一支垒球队，常常对着这再讲师傅四界去进香。怎么有棒球之神、运动之神？就是讲，因为他认为说每个人都缺乏运动了哦，那提倡呢这个运动，让大家身体会好，所以说棒球之神。他就是响应，让我们能够呢，大家身体健康，多多运动。所以你看到他手拿一个棒球，他又组一个棒球队。所以这个只有我们这个彰化，我们鹿港这个顶帆博这个地方圣祭坛呢，现在团叫我呢，全省只有这一尊而已，就是我们的棒球之神。这队社区垒球队伫咧师傅的指示之下，家己有时间就会出来练球，提倡全民运动。当然爱心嘛爱人有努力练习，再出去比赛哦，伊嘛常常就将倒来，和这公师傅是真有面子。大中华新闻林桂英、陆港采访报道。新闻继续提醒大家，客户到菜市场交易增减，今仔日总交易量是86公吨，总平均交易价是每公斤25.3元。咱来看详细交易行情。
上价32，中价25.5，下价19.6；高丽菜上价40，中价34，下价27.5；葱头上价26，中价23.5，下价20.5；菜头上价18，中价14.5，下价9.5。上价65，中价42，下价25；菜粿上价32，中价25，下价18；韭菜花上价74，中价72，下价67；葱啊上价100，中价84，下价60。花果上价35，中价24.5，下价17；土瓜上价28，中价18，下价10；西瓜上价16.7，中价12，下价6.7；冬瓜上价25，中价19，下价10。咱来关心着这个周末的天气。今仔日因为受到热带性低气压外围分系影响，咱西半部是好天时多云。中华地区气温27至33度，落雨几率10%。目前这个菲律宾东边海面的这个热带性低气压也搁在发展当中，有机会增强为轻度的风台。周末假期若是有安排着外出的民众哦，请随时爱注意着相关的天气资讯。咱继续提供予大家各地天气资料。一届奥运今年将伫7月27日到8月12日伫英国的伦敦来举办。新闻台有线电视嘛提供着各位之精彩赛事的转播，民众若是有兴趣，拢会当敲电话来新闻台有线电视来询问。以上是今仔日7月20日礼拜五开播段中华新闻，感谢乡亲的收看，我是林秀文，咱明仔再会。